今天是2012年7月28号，星期六。我即将进行我2012年暑假的每周路跑。今天的路线是宜兰到礁溪，希望很顺利成功，加油！跑了好一阵子了，已经进入到礁溪乡。那我的目的地到礁溪的康维沟公园。我觉得再远的距离，只要你开始跑了，总有一天都会跑到的。加油加油！期待的脸庞，用心灵温暖黑夜孤独的泪光，让青春烈火燃烧永恒，让生命闪电划破天边，向浩瀚星空许下诺言，让年轻的心永不改变。跑了大概一个多小时，我终于从宜兰火车站跑到礁溪火车站。不会觉得特别累，但是路上有很多很有趣的人事物，生活中总是有许多挑战，就等着你去完成。宜兰到礁溪路跑成功。